让我们有请百度集团资深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总经理李振宇先生上台致辞。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百度阿波罗的上海车展的发布会。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四年前也是4月19号，也是上海车展，百度发布了一个开放平台，名字叫 Apollo。 那在今天，百度的 Apollo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科技范儿十足的舞台。百度的使命呢，是想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 Apollo 希望呢，用智能驾驶技术让汽车更聪明，让出行更简单，也正应用今天的主题，心所欲智随行。在过去的一年，汽车智能化的发展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智能汽车的大幕新时代也徐徐拉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明显的看到智能的交互系统已经深受消费者的认可，在车里边叫一声小度小度，叫一声你好福特，就能够与车机进行了对话，大家已经逐渐成了习惯。我们预估到未来，如果不能搭载智能交互系统的车辆，就很难卖出去了，智能交互系统将成为汽车的主流标配。同时，自动驾驶的能力我们也预估一下，它将成为智能汽车的决胜点。未来越来越多的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的量产车将进入市场，我们认为真金还需要火来炼，只能具备自动驾驶的真本事，才能经得住市场和用户的考验。可以整体来看，智能汽车的迅猛发展大势已定。正是在这样时代的变革和机遇中， Apollo 更坚定自己的初衷和使命，提供领先、开放和组装的高品质产品，助力车企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赢得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两场通向未来的关键之战。在这个过程中， Apollo 坚持不做全家桶，坚持创新赋能，面向汽车产业推出乐高式的解决方案，为行业提供智仓、智驾、智云和智土的四大产品。首先跟大家分享阿波罗的智仓产品，因为具有强大的 AI 能力、专业的地图、丰富的移动生态内容，现在已经成为诸多优秀车企的选择。在量产领域，全球合作的品牌已经有70多个，合作的车型达到600多款，已经服务了1500万车主。到今天，小度车载的前装的系统的搭载量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在本次车展，小度小度依然带来了亮眼的成绩单。在这次车展上，有65款合作的车型亮相，欢迎大家去各自的展区里边亲身体验，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此特别感谢合作伙伴对我们的信任，得以打造懂用户、懂行业所需的高品质产品。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智图，作为最懂智能驾驶的全域智能地图，阿波罗的车载导航地图目前已经拥有超过了1.5亿的全球 POI 的覆盖量，高精地图已经成为了75%客户的共同选择。我们预计未来3年，高精地图的搭载量将超过100万。在过去的4年，阿波罗的开放平台推动了整个行业开发者在智能驾驶领域的进步。在未来3年呢，在未来4年呢，阿波罗的开放平台将希望迈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将通过阿波罗的智云解决方案，赋能专业的合作伙伴，面向车企、面向主机厂，把百度积累多年的
智能驾驶的能力开放出来，支持车企构建自己的智能化的能力。比如在自动驾驶领域，原本我们觉得需要7年我们自己构建的能力建设，我们希望赋能主机厂，目前我们预估只需要6个月都能将这套能力赋能给主机厂，将智能转化为产品，推动自动驾驶的技术进入一个量产的高速的通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围绕着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这三大环节。同时卖好车也是客户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百度基于搜索里边的整体的能力，围绕着汽车的销售和服务的闭环，能够推出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将整个过程中对于车企主机厂而言最难的卖车的环节注入智能化的活力。阿波罗的智云产品还包括三大的引擎，这里面包括自动驾驶引擎、大数据引擎和汽车安全引擎。目前阿波罗已经与多年的好朋友汽车达成了以云为核心的全新的战略合作。今天我也非常荣幸请到阿波罗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来到现场，有请奇瑞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吴学斌先生，有请。谢谢，谢谢郑宇，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受郑宇的邀请，另外受尹腾耀董事长的委托，我在这里今天参加这次发布会。大家也知道，奇瑞跟百度的合作是由来已久，2016年，对，早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了合作，2016年我们就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并且我们当时的这个合作的产品就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亮相。2017年我们又深化了我们的合作，在自动驾驶方面，奇瑞也是第一批加入阿波罗生态的车企。在智能网联方面，奇瑞雄狮 OS 和百度小度 OS 车载 OS 深入合作，全系列的应用在了奇瑞的高端车型星途品牌之上，也受到了用户的青睐。在今年，我们双方重新回顾了合作的历史，将合作的方向从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延展到像云服务、信息安全、V2X 等全方位。通过自动驾驶引擎提升自动驾驶的开发效率，通过汽车安全引擎为智能汽车保驾护航，通过大数据引擎激活企业全链路的数据。在汽车智能网联时代，我们不仅要用好互联网产品，而且还要学习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开发模式和用户经营的理念，加速汽车企业的转型变革，从开发一款传统的汽车到向用户提供一个可持续迭代升级的移动空间转变，从销售汽车提供服务向满足用户体验，实现用户价值转型，最终实现产品驱动向用户经营的转变。通过学习互联网企业推动汽车企业的转型，我们的产品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用户的喜爱。去年2020年，奇瑞汽车总销售汽车超过73万辆，全球的累计用户突破900万，连续18年位于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并且5次获得中国企业海外形象20强的荣誉。今年1季度，我们的销售仍然很火爆，累计销售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91.6%，海外市场更是火爆，增长超过100%。中国汽车工业要想由大变强变新，那就需要积极地拥抱互联网，与他们展开协同
合作，才能共同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的进步。希望奇瑞与百度的合作能成为传统车企与互联网企业相互合作、相互成就的典范。智能网联汽车的到来让保守者感到恐慌，让创新者感到兴奋，而我今天站在这，我就感到特别的兴奋，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对奇瑞与百度的合作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对奇瑞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谢谢大家。现在让我们再次请上李振宇先生上场，共同开启合作新篇章。两位请站到我们的屏幕前，跟随倒数，共同触摸屏幕。3、2、1，心所欲，志随行。此刻，百度 Apollo 与奇瑞汽车正式达成车云一体、全面战略合作，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的合作成果。感谢吴总，请您落座休息。再次感谢吴总的致辞，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为了创新都会感到非常的兴奋。最后呢，我想带大家重点介绍阿波罗的智驾产品。阿波罗将多年的积累的无人驾驶技术降维应用到量产，向行业提供从自主泊车 AVP 和领航辅助驾驶 AMP 两大解决方案，从泊车域到行车域，实现全域的自动驾驶能力。阿波罗的自主泊车 AVP 可以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通过智能召唤和自主泊车等功能，让用户真正实现最后一公里的自由，解决停车难、找车难的实际痛点。目前搭载阿波罗 AVP 的威马 W 车型已经开始正式对外发布，这将是全球首个量产级的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泊车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百度和威马的展台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这两天在上海嘉定去实车的体验一下，体验了之后相信你就会下单了。台下有人笑得很开心，哈哈。接下来重点也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款这次发布的阿波罗的领航辅助驾驶 AMP， 它是全域场景的自动驾驶量产解决方案，它具备四大优势。第一呢，它是 L4 技术降维的解决方案，它应该是个久经沙场的 AI 老司机，它在背后已经跑了千万公里，可以处理各类复杂的城市道路。第二呢，它是低成本的纯视觉的量产方案，无需激光雷达，这样呢它就可以更快的普及，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上车上市。第三，它结合了 Apollo 独特的高精地图和车路协同的能力，能够打造在中国环境下的极致用户体验。第四，它可以自主学习，能够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贴心，为用户能够提供千人千面的驾驶体验。这个里边大家能看到 RNNP 最大的技术底气来自于百度多年的无人驾驶的技术积累，目前百度的 Apollo 自动驾驶的测试里程已经超过了1000万公里，百度也成为全球唯一自动驾驶里程破千万的中国企业。如果把我们的复杂系数乘一个系数的话，那肯定是全球第一了。基于这些复杂的测试数据， AMP 能够实现在中国首个城市道路级别的自动驾驶。量产的全域自由必不可少需要高精地图的保证，我们呢希望能够做到分钟级的更新，做到一个活地图，它将具备最广泛的道路信息覆盖，而且可以实现分钟级的更新。当道路信息变化以后，所有搭载 AMP 的车辆结合车路协同
会实时更新道路变化，及时的调整驾驶行为，再加上中国 5G 车路协同的能力，我们真正为用户绘造一款真正实时更新的智能地图。自动驾驶的体验呢，其实我们做了好多年，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在过去的体验中一直有明显的 bug。 为什么说是有 bug 呢？比如说对于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号称无人驾驶，但是方向盘后面还坐了一个人。对于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号称人机共驾，但驾驶位后面坐的那个人不是你，是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痛，就是因为技术需要一点一点的迭代。借用一句话来看，我们在过去3年日拱一卒，每天进步一点点，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宣布，在本次上海车展我们可以带来更真的体验。你可以在威马 W6 的车型上再看到主驾无人的自动驾驶，它可以自己停到它该的车位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可以在中国的3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体验到驾驶位上的人机共驾。你自己可以坐在驾驶位上来决定这辆车你是否值得拥有。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车圈的好朋友，车圈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懂车的一些人，来真正的体验人机共驾。因为我们这次的体验希望在开放的复杂的城市道路上进行，更重要的是这次它的体验的车没有激光雷达。下面我们看一段试乘视频。大家好，我是金约车评的于金约，今天主要带大家去体验纯视觉方案的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孙宇你好，今天欢迎您来体验我们百度 NP 的智驾产品。好，感谢，那我们上车。好，我现在坐到主驾驶位上了，现在我要亲自体验一把视觉方案的在城市场景的复杂道路情况下的导航辅助驾驶表现到底怎么样。这套视觉的自动驾驶方案基本上可以把目前国内所有的油车，甚至10万块钱的油车，然后把它自动驾驶升级到能够支持城市复杂路况的导航辅助驾驶，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好，我们进入城市快速路，现在驶出提上来了。对，对，驶出那个城市高速路，然后是一个汇流，然后右转，右转有外卖小哥，有行人，有自行车。对，然后行人骑着一个摩拜单车，然后他示意他先过去，然后我们让他过去之后，我们再转过去。遇到了一点小小的交通堵塞。是，对，这个小三轮从对面的车道杀过来，我的天哪，非常有中国特色。是，对，现在有逆行的，对，有一堆那个两轮车逆行过来，而且在车前面横穿。这个要自动接管吗 ？OK， 然后这个很复杂，这个是非常复杂，这个非常复杂，就一堆行人从前杀过去，然后一堆左转的。这可能是。这个是我们遇到的现在最复杂的挑战之一。对对。对，一堆自行车，一堆行人。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处理的不错的。处理的不错的。对，通过的时候我们有减速，让减速让。你这套如果说能够全部释放到那个 NP 上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令人期待的。大概1个小时的体验吧，感受非常不错。然后呢，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复杂城市路况，
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套这种视觉系统的在城市复杂场景的这种导航辅助驾驶系统，它体验非常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认为试乘不是个 demo show， 而是面向量产的检验场。开过 ANP 的一些朋友问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不用激光雷达？那简单而言呢，就是激光雷达目前还不够好，它的面向车规还有它的成本其实都存在着一些挑战。那为什么百度选择了视觉方案？就像刚才于建约所言，因为我们觉得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足够好。也有人问这样的车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那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年大家就可以买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每个月就可以有一款搭载百度阿波罗的量产新车上市，今年年内。今年年内，阿波罗智驾区域将会覆盖20所城市的城市道路和高速道路，2023年完成100城的覆盖。在这周，我们还启程试乘的同时，也向车企广发了邀请帖，请他们一同与百度阿波罗共同建设中国的自动驾驶的最强引擎。短短的几天，我们就得到了车企朋友们的热烈响应。接下来就有请阿波罗的汽车智能化的量产合作伙伴。让我们有请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沈辉先生，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习忠明先生，来，北汽蓝谷董事长刘宇先生，福特中国副总裁程军华先生，有请各位。非常感谢几位百忙之中到今天的现场。我们呢既是合作伙伴，又是多年的好朋友，在此呢我也希望老朋友聊一聊对未来的最强的自动驾驶引擎汽车智能化的一些感受和期许。那我们先从沈总开始。好的，谢谢振宇哈。我们携手阿波罗一起最强的自动驾驶量产引擎打造的 W6 威马 W6 是国内首款实现量产现货交付的无人驾驶汽车，在昨晚12点以前，过去50个小时，其实订单已经超了6000，也就证明了大量的用户喜欢我们的科技产品。哦。未来我们跟阿波罗一起会持续深入合作，共同引领中国无人驾驶的大时代。谢谢大家。有请习总。好，大家好，我是广汽埃安的习忠明。那么我这个品牌呢，其实成立只3年，那么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我们有科技，我们联合阿波罗实现了中国的首个的高精地图，那使得我们的自动驾驶升级到了 L3 级。那么我们 L3 级现在都是在量产的，在卖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继续会跟阿波罗一起打通我们地图跟自动驾驶的数据，能实现我们从高速公路到城区道路的这个覆盖。那么大家在下半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车，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车。那么同时我们也跟阿波罗协助一起的话，把我们的遥控泊车升级到了自主泊车。那么这些产品的话，在下半年我们广汽埃安投放车型都在搭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知道我们广汽埃安去试车。那么广汽埃安希望与阿波罗携手共建我们最强的自动驾驶的引擎，那么将以科技创新能实现全球的引领，能实现我们的口号，让人先得到先人一步的科技享受。好，谢谢。好，刘总。应该说北汽集团跟百度有好多年的合作，包括现在马上的冬奥会我们还有无人驾驶车的合作。剧透了啊。剧透了。好吧，这个我们希望跟百度在
未来我们一起结合阿波罗的先进的技术，围绕着出行方式，我们探索一些新的商业模型，为把科技转化成为给消费者带来的智能化的享受。哎，强总，谢谢郑毅总。作为百度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深感荣幸啊。四年之前啊，郑毅总就开始讨论合作，然后呢，福特与百度在车联网和智能自舱领域有过持续的深度合作，为中国消费者打造了定制化、不断升级的个人体验。我们也愿意希望跟 Apollo 呢继续携手深度合作，共创未来，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出行，追逐梦想。谢谢。感谢各位阿波罗的朋友到此，让我们共同携手，在接下来的合作中一同建设最强自动驾驶量产引擎，共同驾驭汽车智能化的未来。下面请各位嘉宾移步至我们的大屏幕前，让我们一同倒数为 Apollo 智驾点赞。来，一会儿拍好吧。三二一，请各位领导留步，请摄影师为我们记录下这一时刻。哎，哥，再次有请巫学斌先生。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百度副总裁自动驾驶技术部总经理王云鹏，百度智能驾驶业务副总裁吴书林，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首席产品架构师郭阳，百度车联网事业部总经理苏坦，自动驾驶云业务部总经理高果荣一同上台合影。感谢各位的莅临，也欢迎各位来宾和媒体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在百度 Apollo 汽车展台与我们的最新产品近距离接触。谢谢。